天俺兵中就当好土哦，俺天地大地就像叮当哦，路后跟熊熊就来草刀。百岁老人徐胜九，他唱的这支山歌，讲述的是90年前关田兵工厂的情景。他是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关田兵工厂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。那时是1931年。这个兵工厂不但能修理枪炮，还能制造步枪、子弹。尤其自行研制的马尾弹，是红军当时仅有的重武器。他们有力地支持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。从被服厂到印刷厂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建设是从军需和军工生产开始的。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，就必须工业化。通过工业化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。这里是一片古老的盐湖群，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建立的盐场。王世强祖辈三代都是盐湖附近的农民，他的爷爷当年就曾经帮八路军359旅打过盐。当时来的是三五九旅，就在我们这一块打盐，就在那个窑垛里头前面挖个井。就在那儿做吃的，水还相当咸，就那么艰苦。1940年，为了缓解边区经济压力，八路军359旅4支队2000多人进驻定边，开凿出175孔土窑洞。他们铺草为床，垒土为灶，没日没夜的打盐。仅1941年，定边盐场的产盐量就超过了70万吨，为边区换回了药品、钢铁、纸张等大量急需物资。它曾被誉为边区的命脉，中央第一财政。这就是我们控制的一个大宗商品，拳头产品。所以我们把盐叫战略物资，换取我们必要的东西，就靠盐。打开呀，肚子大哥手劲儿呀。1941年，党中央在陕一粒种子，是种子，总会发芽。在峥嵘的革命岁月里，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积聚着工业化的力量，夯筑中国工业化的基石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恢复生产的第一座大型钢铁厂。是这里钢沽啊，在很多条路上都能望见那些高炉群，总有人总是旺。田立是鞍钢的退休工人，喜欢用诗歌描绘这些高炉群。他的爷爷是鞍钢的第一批建设者。钢花有时候要比急促的雨滴更密集。
我知道映红天空一角的不仅仅只有太阳。对钢花的赞美源于中国人长久以来对钢铁的渴望。已经到位了，已经到位了，您好不？49020，坐到车。鞍钢现在是一座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现代化钢城，而我们很难想象，当年因为战争的摧毁，它曾只是一片废墟。1948年11月2日，东北全境解放，仅过了一个多月，党中央就做出了迅速恢复鞍钢生产的重要决定。一位外国专家曾断言，要恢复鞍钢，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。现在你们一无所有，谈何容易？这里只能种高粱。但越是困难，越能激发中国人的斗志。工人和技术人员被重新召集回到鞍钢，当地的老百姓也踊跃献交了20多万件的设备及零部件。就这样，不到5个月的时间，鞍钢就生产出了第一炉钢水。此时距离共和国成立还有半年的时间。为鞍钢炼好铁、炼好钢，咱们没有别的想法，一心就是干的，杆子当头。这是1517建设的一座自动化高炉，8号高炉。1953年，中国开始实施15计划，构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。在15计划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里，第一个就是鞍钢。当年全国各地有7万人来到这里。张义哲工作的车间是当年生产新中国第一根12.5米重轨的地方。特别震撼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都能砸出第一根钢轨。我是90后，我们肯定会继续努力。今天厂房里正在为全球时速最高的高速铁路生产铁轨，每根重轨有100多米长，生产工艺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。而这都源于当年打下的基础。一条一条，这些重重横横100多米的交交错错的钢轨，刚刚冷却，已经没有了它们的指纹。在第一个5年计划结束时，鞍钢的年产钢就达到了290多万吨，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钢产量的近20倍。那时有了钢，我们才铺就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，自行制造了第一架飞机，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，架起第一座长江大桥。现在鞍钢已建成了绿色海上钢铁城。这是热角的出口，三龙管道，三龙管道。对，热角出口。李新林他们正在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生产中厚板，这是中国唯一一条5米5宽的中厚板生产线。攻坚克难，中国钢铁正在向更高质量、更全种类发展。中国人我觉得还是很有一个信念的，就是战胜困难。其实这些精神呢是潜移默化着影响着每个人。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，也是第一消费大国。这条钢铁之路折射出中国的工业化选择，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立独立完整的大国工业体系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智慧和决心。今年90岁的周守愚出生在上海，
而洛阳成了他离不开的故乡。1955年大学一毕业，周守愚和其他同学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洛阳。来的时候呢，一共有6个同学，有的在矿山厂，有的在轴承厂，我是在拖拉机厂。厂门口呢建设了一条泥路，这地方全部都没有的。洛阳胜利路一字排开，有7家1570布局的大型工厂，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就是其中的一家。这是中国第一条拖拉机生产线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要保证5亿多人能够吃饱饭，就必须改变人做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。可那时中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农业机械，中央政府硬挤出4亿多元，从国外进口了2.8万台拖拉机，但这对中国80多万个村庄来说，无疑是杯水车薪。1954年，中国第一家大型拖拉机厂开始在洛阳兴建。1957年底，厂房建好时，设备没能从苏联如期运来，可他们必须要在1年后生产出第一台拖拉机来。为赶工期，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所有工人每天吃住在厂房里。这一干就是一个礼拜，该厂里吃住就不会了。反正是你说苦吧，也确实苦，但是也不干那啥，光干到高兴了。在那个没有专门设备但有万能工人的艰苦岁月里，第一拖拉机厂的工人们终于迎来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。那一天是1958年的7月20日，一起诞生的还有它响亮的名字——东方红。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国产拖拉机，拖拉机厂生产拖拉机。从这一天起，东方红拖拉机耕耘着广袤的田野。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多年里，他们完成了全国70%的耕作任务。如今，中国最先进的大马力轮式拖拉机，这里每2分半钟就能下线一台，每天可生产200多台。中国用全球不到9%的耕地，养活了世界近20%的人口，这背后离不开工业化提供的强大支撑。天翻地覆了，现在技术水平也提高了，自己也能够设计了。我今年90岁了吧，感到没有白活。19岁接班进的，在这工作了26年。我父亲就说，要是搁到现在他不如我，要搁到以前的时候我真不如他。田海建是洛阳中信重工的装配能手，他所在的企业今天生产各种重型装备。过去这里叫洛阳矿山机器厂，也是1577156个项目之一。田师傅正在装配一台提升机的主轴，这是企业最早的一个装配车间。60多年前，焦玉露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9年，并担任车间主任。他们排除万难，制造完成了中国第一台直径2.5米双桶提升机。提升机是一种大型的矿山机械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因为缺少开采设备，煤的年产量仅有3243万吨，而煤炭在国家能源结构中占比95%以上，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大型的矿山机械。杭州的建不成强大的祖国，时代，我觉得时代召唤。徐奎里曾是一位华侨，抗美援朝时期，一家人从朝鲜回到中国。
而后在1956年的秋天，徐奎礼来到了洛阳。今天的一经公车间还原了第一批建设者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当年为了攻克技术难题，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守在机床旁，熟悉机器产品上的上千个零件。为了尽快完成第一台提升机，工人们甚至一起写下决心书。那我们就写个决心书，表达自己的坚决完成这个任务，克服了好多困难，想象力也挺坚决的。那就经过时间，这的工厂就有26个。这是1517在洛阳布局的玻璃生产企业。1949年，中国平板玻璃的年产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.7%，发展玻璃工业迫在眉睫。从最普通的平板玻璃生产，到中国第一条浮筏玻璃工艺生产线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自主掌握浮筏玻璃工艺技术的国家。历经一次又一次技术变革，今天这家企业已经可以生产厚度只有0.12毫米的超薄玻璃。他们生产的玻璃已经广泛应用在光伏发电、智能显示设备等领域。勇于求变，与时俱进，这些在1517打下基础的企业焕发着新的青春。从百废待兴到初具规模，中国打下了现代工业的基础。中国共产党强国富民的理想和意志，沿着工业化蓝图不断延伸。早上6点钟，20多辆卡车前往100多公里外的井场，这是为大庆油田钻井队搬运物资的搬家队。哪有油田，大庆打到哪儿，我们车队就是搬家，就是走到哪儿。我用了10年的努力来到标杆队，我是08年退伍分配到钻井，那个时候就知道02队。1202钻井队是首支年钻井10万米的钻井队，曾被命名为永不卷刃的尖刀。今天赵建伟他们即将开打一口新井，开钻日期就定在了2天之后。当年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打响了那场战天斗地为祖国献石油的大会战。1960年，4万多名解放军官兵、石油职工、科研人员，从全国各地来到松辽平原。新中国成立时，全国石油年产量仅12万吨。没有石油，我们的飞机、坦克、大炮还不如一根烧火棍。一场石油大会战就此拉开序幕。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，头戴绿盔走天涯。到了这个队以后呢，除了20多个东北的小伙子以外，都是来自南方各地的老师傅们。
都说到各地的方言，不仔细听根本听不懂。但是呢，他们的执着信念都是心往一处使，劲往一处想。当年于崇学和几百名工友坐了5天的火车，从甘肃玉门来到大庆，同来的还有后来被誉为铁人的王进喜。但是我们这些人说了是吧，就是干活就是怎么样办，有导弹拿出来，这个部队要打突破呀，你们明明知道这子弹往你身上打，你不敢敢不冲锋吗？就在我们自己彼此摔跤，有条件也上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。就这样，一群铮铮铁骨的中国人，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，硬是用肩膀将60多吨重的钻机矗立在了松辽平原，用双手端出了50多吨的钻井用水，宁肯少活20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，从此响彻全国。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，第一列车原油运出了油田。1960年6月1日上午8点45分，第一趟载有600吨原油的列车从萨尔图火车站始发。由此，国家急需的工业血液开始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。报告队长，开钻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绪，是否开钻？请指示。可以开钻。收到，开钻。今天，又是一口新井开钻的日子。当年石油会战结束时，大庆油田已打井1178口，生产原油439.3万吨。就是老一辈那个时候就那么艰巨的条件下，他都能取得那么多的成绩，所以说我们更得发奋努力。一班安全宣誓，一切事故皆可避免，标准操作。一班。如今，数万石油工人依然在松辽平原6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里，不知疲倦，不舍昼夜。曾经的荒原，长出了世界著名的石油和化工城。每天，满载汽柴油的列车都从大庆出发，驶往全国各地。这里是1962年针对大庆油田的发现，国家专门建设的一座炼油厂。当年，大庆开发出来的石油被比喻为金灿灿的稻谷，但要做成香喷喷的米饭，还需要更先进的石油炼化技术。1965年，中国研发了5项新的工艺技术，被称为石油炼化工业的5朵金花。是哪台换热器？清的是哪台？最重要的就是硫化催化裂化技术，可以把大庆原油中的重质蜡油转化为质量比较高的汽柴油，解决了燃煤之急。这5套生产装置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，整个这1期2期工程全部是我们自己制造，我们自己建设。东北松辽平原上，珍藏着中国人的一段记忆，留下了几代人的芳华。他们是中国工业的拓荒者。能源是基础，更是保障。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在新中国建立后增长了158倍。为经济增长、民生幸福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千岛湖，世界上拥有最多岛屿的湖泊，湖海穿行，水面之上1078个翠岛。其实，这是一片因修建水电站拦蓄而形成的岛屿奇观。这把酒席都直接叫俺那个大伯啊，我到现在呗，我今天是80上了。
汪岱新，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者，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家家户户晚上点的都是蜡烛和煤油灯。今天是2021年4月22日，汪岱新让儿子一定带他去看一看新安江水电站，因为这一天是首台机组运行61周年的日子。1956年，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国的电力基本是火电，而全年人均用电量只有9000瓦时，仅相当于现代家庭几个小时的用电量。在缺少工程机械的情况下，中国人硬是用不到4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的投产发电。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、自制设备、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力发电站。在15时期的重大项目中，仅电力项目就有24个。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，是中国电力工业一步步成长的动力。金沙江流域蕴藏了中国17%的水能资源。当年新安江建设的同时，也曾对这里进行过勘探，但一直未能得到开发。白鹤滩，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。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达到10000千瓦，一台发电机组的重量相当于一座埃菲尔铁塔。16台机组一天的发电量可以满足5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。2021年6月28日，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。未来，它将与长江及金沙江上下游另外几座大型水电站一起，构成一条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。今天，中国发电装机容量从1949年的185万千瓦，已经增长了1000多倍。中国的电力装备已经形成了从发电、输变电到配用电完整的产业体系。这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魅力。曾经的18岁青年，如今变成离不开花镜的人，关于工厂的往事，却清晰地记得许多细节。回看来时的路，一间间厂房，一座座工厂，都曾经是一代代人的青春在那里闪耀着光芒。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用短短几10年的时间，中国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体系。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可谓艰苦，但却帮助这个民族驱散100年屈辱的阴影，淬炼出民族的自信与尊严。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这些积淀已久的工业精神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释放出巨大动能。